fashiontimes.hk。楼梯转角位，匿喺后巷天桥底，惨过陨石坑，认真闭翳，唯一的生趣，我有乜计？自本嘅嘛呢件事 ，Hello 大蛋糕，咩标本啊？自标唔自本啊？有冇睇个新闻啊？话城巴啊，整个咩射波关爱队，谂住可以啊，唔使 delay 啊，城巴。哇，咁即系请我假射个波，就有人哋敲门，你搵咩啊？系啊系啊系啊！哇，仲得了咩？我最喜欢射波噶啦，咁射亲波下下都要开门应门扮做戏咁样，仲得了咩？唔得我咁样。睇你個碌都知道你中意射波啦，成個運動碌咁嘅款。我話超級唔認同呢個咩射波關愛隊咯，咩聲稱主動探訪出勤異常嘅同事喎。咁你啲關愛隊係唔係醫生先？你點可以 judge 我係詐病先？唔通你話我對眼就係證據啊？喂，張醫生紙係醫生開嘅，你有咩專業知識可以質疑醫生嘅判斷啊？醫生話我唔適宜翻工，我就唔翻工噶啦。而家你諗下，關愛座都變批鬥咗啦，關愛隊仲變埋批鬥隊啊？佢我認同啊，咩出勤異常有問題喎、啊？你唔俾人射波啊，個司機咪要照翻工咯？喂，咁佢翻到工唔代表唔可以射波噶？佢追下巴士，然之後甩埋一邊就話啦：，哇，巴士死火！哇，咁仲得了咩？佢成車幾百人喺度陪你一齊射波，到時又點啊？揾啲關愛隊俾個拖車去驗下架車有冇事啊嘛？喂，仲冇人搞啦，不如還多射波，由佢喺屋企算啦咩？其實咧，全部即係你講得啱啊，對眼真係證據嚟噶。請病假呢樣嘢咧係信任問題嚟噶嘛？嗱，有時病咧又唔想嘥錢睇醫生喎，但係冇假紙咧又請唔到病假，咁有假紙嘅時候喎，老細又覺得你係咪詐病去咗玩啊？得个林字系每日辩论噶喎，喺呢一个时候，呢一对射波关爱队就可以化身做大契。呢度唔系法庭，唔使讲证据，我对眼就系证据。哇，咁咪好得人惊嘅，佢相反就系证据咯，话唔定咧会鼓吹咗嗰啲咧啊，封嗰啲利是啊，我相反就唔系证据啊，利是蒙中啊，眼睛啊，喂，我觉得咧咁搞落咧会好多封红包嗰啲文化出现噶喎。唔好咁諗，我覺得射波關愛隊咧真係一樣好嘢嚟㗎。點解？因為射波本身咧就係唔誠實嘅表現啊！成立射波關愛隊咧，就要提醒大家，做人咧最緊要就係正直。嗱，不過齋講咧就唔夠嘅。我最近經過你十樓隔離啊，有檔熱血時報啊，原來開緊倉啊，仲賣緊個磁石揮春，就寫住正直做人啊。個關愛隊咧可以買翻呢個送俾嗰啲射波嘅同事，提醒佢哋射波係唔誠實嘅，一定要正直啲，係咪啊？錯。絕對不是不誠實的表現，這隊社波關愛隊呢意義是很重大的。現在這麼多人因為這個急性心臟病而死了，那這一隊關愛隊可以去探訪同事，如果他遇到什麼危急的情況又沒人幫他，真的靠關愛隊去救他一命的。這一隊關愛隊簡直就是集關心、愛心、同理心於一身，是很值得推行的。我好出人讲，望住我呀，我都认同啊，因为真系好多人心痛明法啊，大家咁都睇一睇都好嘅。不过可能真系咧，有啲医生陪下好啲喎，即系先证明到佢真系心脏病喎。啱啊，喂，你唔系医生，你上到我屋企揾唔到我就代表我诈病啊？喂，张通告都识得话啦。各同事应时刻保持良好精神状态，留意作息有时及保持身心健康，以最佳状态执行呢个驾驶工作。喂，揸车啊，唔同做白领喎、啊，病住揸车随时变公路炸弹啊！所以职业司机咧根本就唔适合大病翻工。仲有啊，就算我少少病食咗药啊，更加唔可以揸车啦。呢个系常识嚟噶。
但我咁大個人食咗藥，咁平常活動都係唔係問題啊？唔通我落街食碗粥補充體力，又話我扮病啊揾唔到我？係啦，我覺得衰嘢嚟嘅，即司機真係高危職業嚟嘅，應該咧係特別寬鬆啲，即甚至乎啊，即好多嘢都係見唔到有事噶嘛，即係心理唔健康啊，佢可能好抑鬱、空虛、寂寞、凍。咁啊，喺佢屋企度休息下，啊，攞翻啲温暖，再翻出嚟揸車，咁穩陣啲咯。咁咪就會好似之前疫情咁樣咯。之前疫情啊，咪可以 work from home 嘅，跟住結果咪有銀行職員濫用呢一個福利去曬行山，結果啊，整咗個行山銀行出嚟喎。咁每間公司都有呢啲咁濫用福利嘅職員，咁咪浪費資源。咁成立呢一個關愛隊，咁咪可以警惕呢班人咧，佢哋冇咁放肆咯。喂呀，就算 HR 啊知我地址啊，在公在私，在情在理，公司都冇权强迫员工接受上门探访噶喎。在公，员工请咗病假，然之后能够提供病假纸，病假嗰日就唔系上班时间啦。公司冇权要求员工喺休息日开门招呼你哋噶喎。在私，任何人我都有权可以拒绝任何嘅探访噶。我病咗系需要休息噶。不會招呼陌生人咯，唉，打工仔就按 call 36小時，你班 HR 就按鳩24小時，病住啊都要招呼你班 HR 啊，唉，你哋咁得閒啊，就諗辦法請多啲人翻嚟頂間好過啦。誒，唔使話諗咩招呼嘅，嗱，你哋咁質疑咧關愛隊嘅成員。你不是醫生，直接放個醫生到關愛隊就可以了，到時呢個醫生隨著關愛隊進去就幫你即時安診。嗱，這個醫生一定要非常之專業的，專業到街邊的門診那些，這樣他的服務呢好過那些診所門診，幫你看清楚你有什麼病，那就更好過你請病假，是不是？所以這個關愛隊有作用的，加個醫生來就可以了。那就可以即是請所謂發不自重，那就個個都在那裡我病了，許醫生我咧，我私人生 cancer， 喂，我唔排隊去驗啦，排到咁渣，我同公司講，喂，我生 cancer 唔翻工，有個醫生嚟咧，帶住成扎咁啲 CT scan、MRI scan 咧，喂，咁啊仲著數係咪啊？誒，咁呢個係員工福利啦，係咪先？幾好㗎，幾好㗎。你關愛隊帶到醫生，你係關愛隊定係醫生隊啊？你啊叫得關愛隊真係關愛至好啊！記住啊，帶埋個果籃嚟探病啊，唔好得兩梳蕉啊！仲有啊，放低果籃好走啦，唔係啊，惹到你啊，你又病埋啊，我都唔知邊度揾個關愛隊二號嚟關愛翻你個關愛隊啊！咁不如咁啦，人類先會咁中意請病假嘅啫，咁有啲人咧即係唔應該有工翻噶嘛，呢啲社科嘅人咧就唔好翻工啦，喺屋企唞下。而家咧科技發達啊嘛，咁好多工種咧都可以用 AI 嚟取代噶。嗱 ，AI 可以出信寫文啦，可以畫畫啦，仲有 AI 可以揸車。咁我諗前啲咧，連收垃圾啊、掃街啊、洗地啊、揸的士呢啲工咧，都可以 AI 全面取代噶啦。不如 AI 關愛隊，我哋 head 到你個 camera， 然之後開個 camera， 然之後睇下個病都幾耐啊。AI 同 AI 係咪？都得啊！之前咧政府咪有個搶人才計劃嘅。咁咧，我谂巴士公司咧可以将抢人才计划同埋社科关爱队沟埋嚟，再带掉牛丸，等有唔同能力嘅外星人去发挥所长。嗱，识读心术嘅外星人可以知个员工有冇讲大话啦，识心电感应嘅外星人可以带大家去揾个社科嘅同事，识飞嘅就可以即刻带个病人去睇医生。咁多超能力外星人聚埋一齐咧，到时有种劲过 Avenger 啦！哇！你有外星人又 Avenger， 太離地啦！可唔可以腳踏實地一啲啊？用啲腳踏實地嘅方法解決得唔得？唉，之前佢哋啊又話 second 工廠又驚司機帶病翻工喎，咁不如直接啊，好似九巴咁變5D工作啦，然後學埋空姐咁樣，要編啲 stand by 嘅司機，咁隨時有人射波都有人翻工啦。等同事之間咧，仲要互相批鬥喎。边捻个社哥啊！搞到我放假都要翻工啊！再唔系就要请假，同事呕翻份粮出嚟，俾翻个顶家嘅同事买翻个假。咁顶家同事又相公又翻得开心，你又得放假，双赢咯、啊！
我都認同係咧，應該係啲人手短缺問題咧，所以就連日射波啊、請病假啲人都要捉佢翻工揸車啦。但係我覺得即係你請得人去捉啲人去翻工揸車，就不如揾啲關愛隊整 trainer 司機揸車算啦，係咪先？咁多人手幫手，咁又唔會搞公司啲士氣咁差，互相懷疑，咁一家平二兩家著咯。應該我諗都唔係咁易培訓嘅，老實講。嗱，我就覺得咧，有隊關愛隊咧，後邊咧都有隊研究組咧嚟 support 佢。因為你只係關愛唔夠啊，你仲要諗下咧，關愛完之後咧點樣幫助佢哋咧，同埋你做嘅方法係需要檢討嘅。嗱，咁呢個研究組應該叫咩名咧？就叫關心同事政策研究組，簡稱關心研。咁我哋可以時刻檢討嘅做法喎，完善呢個關愛嘅機制。而佢哋每次開會嘅時候咧，都可以唱呢首歌《你有心》，就係點咧？原來你有心，但是我想問，日後也許不能再開心，就要時刻咧提醒自己喎。員工咧係會唔開心噶，所以有問題咧應該多啲關心佢哋。如果關心研究組長係一個大家姐，咁啊即係變咗關家姐。誒係喎，係喎，係喎。佢仲要認錯添啊！我哋啊講關督英，你啊講關家姐。我覺得咧檢討下唔係檢討呢啲方面咯，應該檢討下係唔係工時太長同埋人手編制有問題，先搞到咁多人射波喎。又唔見九巴要咁早，城巴啊啲巴士佬啊跳曬去九巴都唔係第一件事啦。九巴一日翻八個鐘啊，兼一個月有四日嘅有薪病假，城巴就一日要翻十個鐘喎。喂，你同等量啊！都不同啦，多了兩個鐘頭要出勤喎、啊。喂，請病假仲要俾你懷疑啊！依家班球員就射啊射，射他啊！你就請一大班球證專俾黃牌人喎、啊。不如檢討下自己隊波係咪訓練制度有問題先啦、啊。繼續唔係講咪制度改變啊！你幾可聽到的士司機會射波先得㗎？不如你又試下咧，啲巴士咧就叫啲車長咧係要租車嘅。然之後咧就可以啲乘客嗰啲又可以分成俾佢嘅，哇！咁啊即係巴士官爸爸咧，又邊驚佢人唔佢人喺度射波先得啦，係咪啊？呢個諗法有啲白夢咯。不過咧，你講起巴士又真係啱喎，巴士公司咧冇嘢多，真係巴士多。咁啲關愛隊出勤咧，咁一定係坐巴士㗎啦，係咪先？到時啊，物盡其用啦，一定要坐開紅巴士。喺個巴士上面，周圍同人講：，哇！我哋關愛隊點樣關心我哋啲員工啊？點樣幫自己公司做宣傳？嗱，再物盡其用啲啊！你嗰條關愛隊嗰條巴士線咧，咁啱如果遇到有市民咧，係真係咁啱上個目的地，招呼埋佢哋上車，咁咧可以車佢哋一程，哇！真係勁啊！依埋第日咪幫到市民啊！如果佢哋有需要嘅都可以嘅，不過就貴少少啦，始終唔係員工。係啦，我都諗住晏晝唔翻工射波咧，搞等我揾嗰個醫生睇下先。我一陣就真係射波啦！翻工嘅啲人。楼梯转角位，匿喺后巷天桥底，惨过陨石坑，认真闭翳，唯一的生趣，我有乜计？